出完真係一身輕鬆啦，啱啱演出就好緊張，因為係真係第一次喺日本真係做一個 live show 啦，對上一次係 first take 啦，但係冇觀眾啊嘛，今次係真係會面對觀眾啦，同埋都好多謝好多 Unicorn 特登又飛過嚟去支持我啦。我覺得最特別嘅應該係我去介紹自己嘅時候，因為我係介紹Hello everyone, this is Jeremy from Mira and I come from Hong Kong。呢一句係我覺得好神奇嘅，因為係真係好似孭住咗香港。因為我覺得今次呢個演出對於我自己嚟講好重要啦，都係一個不容有失嘅一樣嘢啦。我喺上台之前係緊張到係有少少呼吸唔係好順暢啦，都太緊張，跟住個口又好乾啦，所以係整個人的緊張狀態很極致啊，佢都已經係咁。但係蘇花嚟講，我係好開心，今日係可以有一個都算得過到關、過到自己關的一個表演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中意啦，都希望日本的朋友都會中意啦。我覺得日本演出是有一種可能是日本的文化系，所以都很工匠精神，所以都做得很完美。所以來到的時候，由剛剛今早踩台的時候去到現在完了整個 show， 我都覺得所有都很 organized， 很照顧得你好，大家都很有禮貌，跟住是整件事很開心，而且覺得很專業的感覺。今次是有一個 dance challenge 的，大家一起玩了對方的直播，跟住呢都認識了一些新的朋友，有台灣有印尼的朋友，覺得挺神奇，因為其實很少有機會可以認識到其他地方的一些 artist， 所以今次是很開心可以有這個機會。今次我有去打卡的，但是我本人沒有去打卡，我有拍著他們打卡但是稍後如果有時間都會想去打卡的，很多謝他們，很多謝 fans club 啦，咁落力去宣傳啦，無論係香港 fans club 定係日本嘅 fans club 都好，都好多謝，再次多謝飛過嚟一齊嚟 enjoy 呢個 show 嘅 unicorns 啦，好多謝佢哋真係咁支持我，因為係哇係好難得嘅，因為今次呢個機會對於大家嚟講都係。